A 组，我是 A 组吧，我就可以避开，这样我小组赛出现几率大。A 组吧，然后闪吧，不会让跟 T 不利当你，不利当。哇，怎么同一组？没有 ，B 组啊 ，B 太 B 太 B， 我们要 B 过是不是？那我们会不会又来八强赛？那这次就没有送谁回家的问题啊，超差有意义。哎，你们那一队这样很硬哎，这样真的很硬哎。B 组好像是死亡组，B 组真的很硬哎，目前。你知道现在在看福利让飞在哪里了？哎，现在冠军队伍好像都在 B 组。你现在在看福利让飞在哪里了？差不多，我觉得也在 B 组。闪电狼。你会笑啊？你就继续笑，哎，笑啊，很会笑，哎，组吧，一组吧，你就笑，一组是不是？那你就是一组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你就继续笑，哎，笑，接着笑，没事，前世强健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听到你想放假声音的，不可能，所以啊，不如一组。好啊，好啊，一组，那不要说第一组，全部第一名都在 B 组，太开心了，好毛线啊！等下，你妹的已经在我们这边了，然后另外一个已经，两个已经确定了，你妹的，你妹的，你妹的已经在 B 组了。我就是看到那个 B 组，就是各赛区第一都在 B 组，然后我本人是在 A 组嘛，所以就觉得哎，他们好像过得蛮惨的，那就觉得其实还我好像还蛮爽的，对，可是这样子其实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八强赛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如果没有在第一名，就很容易遇上比如说 One Team 啊、不一样或是 FL 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先甘后苦吧。比较期待遇到培哥的，因为培哥算是之前非常有名的队伍，然后他们久违冲锋世界赛，那就是跟他们那个中路 MiMax 他非常有名，然后之王，想跟他打一下试试看。就是蛮幸运的啊，幸运不错，就是进八强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塔罗吧，对，因为很久没看到 Jack 了，对，我们之前出国的时候都会很常一起出去，就觉得很有缘吧，然后就尽全力击败他们。我希望我们闪电狼当然是名次可以越前面越好，最好是可以第一名。不一样的 first one， 因为我觉得他们队伍的风格就是着重在打野身上，对，所以我会特别觉得说他的打野的风格非常的独特，所以会想要跟他特别较劲试试看。高等着吧，我们凯撒路见真章。Hi first one， 虽然去年国际赛没有机会跟你对到，但今年的小组赛我会让你记住我是闪电狼打野卡通 IADC。这次小组赛我们没有相见，但是冠军赛我们会见的。这次不会让你打到第七场，等着吧。